韩国女公主韩志梅，小弟请了，我多请了，母亲红花，向这边安静，你来，嘿，谢谢。妈妈啊，妹妹妹妹，小公鸡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母亲呐，嘿，像我好话有好事情嘞，对，我所以来这个找你。你两个，我问你，冰箱是什么人上乖？我上乖。啊，什么人上到读册？我上到读册。安尼好，来手伸出来，来，来，快点。哎，你不是要摕红包哦？多加一摕一包啊！你刚刚要我摕吗？哎，你摕几多？提这就是家私，恁老爸写好回来家私，要叫你看看卖啦。叫我念哦，嘿呐，看卖。哎呦，里里落落结果豆菜刀，这是啥念嘛哈？念豆腐就好，好念豆腐。来掏一句，来掏一句，客食现车啊！哎，等等等等，什么是客食现车？客食就是讲要讲话啊，现车就是讲你现车用的现车。多谢现车你教我家，厝内下囝有两个，大囝韩佩金，二囝韩志培。大囝爱佚佗，爱拍手机，所以钱袂当加；二囝古锥可爱，爱读册，所以钱爱有较济。这是头一句话。哦，头第一句话。嘿，对，好。哎呀，我搁念第二句。嘿，哎呀，哎呀。害了害了，雕中出干事，抓到老爸偷抓鸡，皇帝正生气，该死我替一寡回家，万刀自伤，捡日头拍到，哎呀，天晴下面挡袂牢，煞摔在新加坡的臭水沟。要恁请要请，咱准备往个京城见阿爹。对对对，